什么声音啊？宝宝心跳声啊！啊，这么快正常吗？胎儿的心跳声落在140到160，都是正常的，不用担心。宝宝的心跳听起来很正常哎。等一下，我录下，医生等我一下。 第一次真实感受到有一个生命在我的身体里，这一刻，宝宝的心跳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，像是在说：“妈妈，我来喽，再等我一下。” 吃饭啦，来，贝贝啊！当然。安娜啦，妈，吃饭之前我有一个声音要让你听一下。鬼鬼怪，你是在创啥？这人在拍鼓是要听啥啦？哦，你仔细听啊！这温孙啊，这温孙啊！ 我刚刚怎么没有听出来啦？我们今天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我们的宝宝很健康哦。哦，妈，您这个心跳很强壮呢，长大以后一定跟我一样健健康康的。而且我觉得啊，他应该会有音乐的天分哦，或是个音乐很稳定。哇，哦，宝宝。 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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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宝宝快点长大！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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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长大！妈，你看看啦！好啦，你卖个卵啦！来，吃饭，老婆吃饭了！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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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啦，好啦，跟你讲，好吃饭喽，健康吃饭，来，老婆吃肉。 你觉得宝宝生出来会长什么样子啊？长什么样子？我觉得眼睛一定要像你，眼睛像我。因为你的眼睛最美啊。嘴巴、耳朵也要像你，但鼻子像我好了。为什么鼻子像你？ 我鼻子比较挺。杜伯谦，你在嫌我鼻子扁吗？没有没有，老婆，我还没有讲完呢。还有一点也要像我。什么？像我一样爱你。懒死。我希望啊，我们的小宝贝不管到几岁，都要像我一样爱你，一样照顾你，因为我们家杯很善良，值得被爱。 下来了不？嗯，这样。你要怎么样？这你要秘密。知道，因为我都跟顾小姐。哥哥，我娘你来啦！凶爸爸。叫姐姐。凶啊！闹凶。好了好了。哎，姐夫。哎，今天什么日子啊？把大家叫来。哦，今天呢，把大家聚在一起，有一件事情要宣布。 什么事啊？这件事情呢，就是我跟嘉菲。
我跟你们讲，加菲肚子里面有 baby， 我要抱孙子当阿妈了。妈，我奖被你抢走了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姐当妈，我姐要当妈了，我姐姐要当妈妈了。小心点，不行不行不行啊！金钱，小妞，肚子里面有小 baby 耶。小妞，你要当姐姐喽。我要当妹妹啊。好，今天呢，庆祝波妞当妹妹，还有加菲当妈妈，所有的餐点我请客，大家尽量点。哦、要我招待啊，大家随便点。是啊，是谁都没有跟我讲啊。要睡觉了。好像又侧躺，对不对？来，嗯，侧躺，侧躺，睡觉要侧躺，小心，小心。哎，好像是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。不是，都抱歉，你在干嘛？没有啦，啊，妈就跟我说啊，要提醒你睡觉的姿势啊。我肚子都还没有大起来，睡觉的姿势不用那么讲究啦。哦。好，老婆，不要有压力哦。啊，我唱摇篮曲给你听好不好？宝宝睡呀，宝宝睡。啊，谁啊？放什么音乐啊？妈的大叫音乐。嗯。一大早听到这优美的音乐，心情有没有很好？吃早餐。谢谢妈。妈，你太丰盛了吧？哎，菲菲她现在需要充分的营养。你看，今天的早餐是全麦的面包，它里面有铁质；这鸡蛋里面有卵磷脂，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；这猪排啊，还有鲔鱼是很好的蛋白质。那这些蔬菜呢，就是纤维素，嗯，营养都全了。哦，菲菲。牛奶要记得喝哦，钙质是现在宝宝最需要的。谢谢妈。嗯。杜伯谦。啊。你会不会吃太多啦？菲菲，你要多吃一点哦。杜伯谦，你少吃一点。好好，菲菲多吃一点来。这盘都给你。啊！我厨房还在烤鲑鱼，我去拿。阿妈，先坐着吃啦。鲑鱼是 DHA。我会吃，等一下我们再吃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好好。你先不要忙。菲菲啊，我知道你现在肚子容易饿，所以我等一下会帮你打包一份，让你中午去当点心吃哈。谢谢妈。伯谦啊，你就挑一台你喜欢的，然后安全性啊、实用性高一点的，价钱你就不要考虑太多，妈会赞助你。哎呦，妈，不用啦，你忘了吗？我有一笔定存啊。那不是你存了要买房子用的吗？是啦，我跟加菲是想要先买房，但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应该要先买车，买一台车接送他会比较安全，而且小朋友又长大了，我要骑车这样载他风吹日晒。我也不甘呢。快要当爸爸了，越来越成熟，还会帮人家着想，很棒啊你。